这边大哥，我名为红运当头啊！哇，你们宜春有人可以随便躺在地上吗？不是随便躺在地上，地上的就是垃圾了。不是，把它扫掉。 才不是，有你在的地方还有我们两个分量讲话，我们只能当花瓶而已。把它拉进去。我卡成台北片啊！你知道什么叫花瓶吗？啊，花瓶。海丽就是。人的花瓶是站的，你倒的花瓶不要啦。不是，因为我们站起来，我们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。哇！喂，笑啊你啊，站那么近干嘛？ 我也不想站那么近，所以你让我当花瓶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高也可以高的方法啦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。他们丢嘞，他在台上丢嘞。看到花巴山。哈哈哈哈山啊！哎呦，不给爹妈山。还有嘞？没有了，基本上不能叫山了，是丘。不管两丘不破，比山小的叫丘，应该不是丘啊，应该是小斜坡子，不是小斜坡，是一堆泥土。我哪有一堆泥土？至少我是荷包蛋，然后是破掉的荷包蛋而已，还要怎样？有后面他们两个很认真，我在旁边看，哇，又跳舞了，又什么倒在地上了，滚来滚去了，哇，现在主持人没有这样认真的，他们两个真的，你们两个有前途。 有我们的名嘴的本性，哇，姚希望就是要这样做主持人，就是这样。你讲了，你欣赏我们，可是来宾没有掌声鼓励，就是有没有掌声？是不是很认真，很卖力，对不对？听听他的掌声，那个真的心里凉快啊！你看哦，哇，肯定呢，讲谈的不无聊，讲话不一定无聊，讲话。来，红头巾来讲什么呢？啊，红头巾。哦，我们要送一个给我们的。 啊，今天他也要有机会，我们跟我们红头巾谢谢，谢谢我们凤珍抽空来为我们呢来演这个红头巾。他其实真正的是我们新加坡呢一位红头巾的养女，所以他对红头巾的知识蛮深远。所以红头巾严格说起来，对，是我们真正的建国一代，是的经典人，为我们国家奉献付出很多。其实以前的红头巾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曼嘎啦，你过来，真的吗？ 孟加拉好像你看他们做什么，很挑泥啊，对，挑水啊，对，挑砖头啊，不只是他们的工作，就是好像现在孟加拉做的，对，以前你看女人能顶半边天，他们有那种体力，可以挑砖头厉害啊，一包洋灰哦，要是没错的话是50公斤，对啊，挑地面啊，对啊，你挑得起吗你？我为什么挑不起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啊，要不要？你先把它挑起来再说。<笑> 几句话，戏都没讲。你挑棉花差不多了，挑砖头。我挑什么棉花？我跟你讲，人家有红头巾，没有关系，我有陈建斌。喂，人家陈建斌才不要你呢，人家最近哦，人啊最近听说风云这个风闻传的蛮凶的，就是他最近跟那个新加坡凶碎嘞，老查某最顶了。有吗？ 是吗？那个我不在。熊旭楼查破，你到网络会熊出名，还有戚琼帆呐。哦，许琼帆。人家都喜欢呐，我前几天才在林处港跟他同台，他说哎，告诉你，许琼芳要得到我，叫他慢慢等。当然。就像好像他吞的，他倒下来，我都不给他，不要说许琼。我倒下来，你敢说不给？你那个时候的山盟海誓，你全部。 忘记了吗？你娶台湾人，我嫁新加坡人，你跟台湾人离婚，我跟新加坡人离婚，我们两个都是一对了。你觉得我是我们的海誓山盟到哪里去了？你忘记我是你的小三吗？三更半夜帮你洗三角裤，你忘了吗？他的是四角的，他没有三角的。你说你洗错人了，对不起，你们都错了，我根本就没穿裤。 不用洗，你看你一来他们笑得多开心，笑得多开心啊！我们前面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哈哈哈自己字。我还以为三角不是四角，一定对哇！那来这波钱耶！你洗错别人了，那个是张雄的。哦，既然是张雄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穿。哎，<笑>开开玩笑，这是罪犯了，我们现在防止罪犯。对，这种就是。
等一下会玩出火，我们有这个中方的安全防火，要灭火啊，出火了就要灭火。对，我们有那个消防员在那边说啊，later our fireman will stand by 啊，later here got fire 啊，有后面就 use fire extinguisher to burn for to clear the fire. OK 啊，那 stand by already， 大家灭火，快点！已经 fire here， 头上已经起火，火到了头上了。哇，所以今年呢，这名大哥真的是今年，你看真的是红遍半边天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是不得了，换你口饭吃了。那他应该混了很多口啊，你看啊，电视台黄金年华，电台972，又有参加一些话剧啊，电影马来西亚啊，舞台剧啊，连又好歌台。然后现在又当了我们新加坡艺人工会的会长，还有呢，他也是我们新加坡那个不叫会长，你念错了，会长，会长，你哪里长？是读长，你哪里长？你跟我讲你哪里长？长重点，哪里长？我要做这个职位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够长一点。他不能长了，要是长的话，你有一个永久的荣誉会长不能当啊，就是那个维亚公会啊。不可能啊，因为我们建斌大哥的歌哈非常的好，大家也可以接受点歌，所以我们不想耽误他宝贵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第一首呢，今年是马年，我想听听建斌大哥带来这首歌曲，应该是蛮好听的，跟马有关系的，是的，好不好？神奇的马，好不好？